喵小屋的猴子。老屋，我们来吃西瓜。吃西瓜有什么好玩的？哎，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人，他用水龙头插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拧出西瓜汁。是吗？是。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用水龙头来喝西瓜汁。先这边开一个口。里面真的有西瓜的味道。扶着，两只手扶着它。你确定真的有西瓜汁吗，老鱼？试一下，放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在上面开一个圆洞。如果是搅拌器，可能会打不动，你们就用电钻。电钻跟一根大一点的铁丝，扭，扭，绑在筷子上。我们现在就已经把铁丝缠在了筷子上，然后把筷子放在了这个电钻上面。我们把电钻的头再拧紧一些。好，现在就开始来打果汁啦。小苗，请你喝西瓜汁。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，好慢啊！好想，你的西瓜汁。好想再喝一杯。我们的西瓜汁，来干杯，来吧，干杯。好甜啊，一点果肉都没有，纯汁，因为它经过了水龙头榨出来，纯纯的汁。我们今天的西瓜汁就开心就好好喝啊，记得点赞和转发，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